现讲本校餐饮科协助莺歌国中104年国中生职业试探暑期娱乐营，背极辛劳，热忱奉献，特班感谢状，请阮红荣老师上台授奖。颁奖。颁奖，本校餐饮科阮红荣老师受邀担任第三届实在有意思活动评审，尽心尽力，活动圆满成功，请阮红荣老师上台授奖。这次我们评鉴成绩这么好，就是因为在座的老师表现非常非常的积极努力，就像你们考试一样，每一科都考到 A。 来评鉴我们的教授，我们任院辛苦耐劳，为学校付出的太多了，我非常心疼我们老师的努力，因为我们老师就没有我们庄进今天成功的结果，我们要继续努力，不要辜负这些老师的努力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最热心的、最热忱的掌声，来谢谢这位老师。戚维元两位同学，9月21号搭乘淡水线，他们家可能住很远，在捷运上面看到一包纸袋，打开来一看，12万元，12万元，一般人心态想，哦呦，冒喜啊，赚到了，对不对？心里的魔鬼就会跟你讲，修改修改啊，这个钱还不拿回去啊，可以买电动啊，可以买这个手机，可以去大吃大喝一下，一般人的心态就如此。但是我们这两位同学竟然把他交给警察局，请警察伯伯帮他处理。Thank you.
monster， 有天就不要弄死。Making you smile, so all the ladies give a number a dial. Meanwhile on the mic, man, we burn.